珍珠超 Q 弹。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道快速料理——台湾珍珠奶茶。因为原物料的上涨跟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全球很多好朋友们是买不到珍珠的，但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，透过我们的网址做购买。这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DIY 体验组，接下来为大家开箱。黑糖的香味非常香，超好吃的珍珠可以上我们的 Mobile Shop 官网购买哦，我们连结的网址在这里，下次见。